每一次抬脚，砰，都带着蹬，但是汗都不蹬。每一次进步，都包含着发劲，但是不发。比方说是十九式，他就下去了。十九式我们练的时候，这么柔和啊。我们练的这么柔和，但里头的用意是这样的。练的时候是这样走，慢慢走，走了七七八八。然后贯通又上，一边折了。